公民，你是中华民国公民身份证，你是流亡政府，
对啊，我就一直就是重复这个几次的部分，然后顺便就是有远景在旁边嘛，我就想说，要不然，你可不可以去那个上网查一下，把那个 US 继续写进，然后就警察也上去看了一下，就看看，他就哗哗哗哗下，看到一个，我们刚好那个9月5号去美国的那个记者会，啊，然后就看，对，哦，这个就是啊，你看我们做那个台湾民政府是在美国注册的啊，刚好隔壁有跟那个证书嘛，对，这个就是证书，看到啊，那个警察后面的时候一直晃，啊，刚好好像是有其他几位嘛，他就马上把那个电脑把它关掉，啊，然后我就后面我就坐在那边嘛，要等，我后面还要补充一句，就是双车牌的部分，我补充一句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个白色车牌的部分，因为我就是还有保险的那个存留的价值，所以那个白色牌还有存留的价值。那等台湾政府有跟保险公司有谈妥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那个白牌下下来。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这样解释，然后还有我的身份的部分跟他解释这个部分，顺便也刚好我车上也有一张那个台湾政府之前的那个宣传单。我就是跟他给他，然后就是那个分局长，副局长看以后，然后好，后面我也讲说，就是如果要做任何，就是你要就是回报给上级，他要怎么去处理啊什么，我会把这句话也丢出去。然后后面他有联络他的局长也来，那时候我就坐在那边椅子上，然后他也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在等他说他要说什么。然后那时候有两个人在那边看来看去。他们是在那个警局的前面啊，那边在那边讨论还是怎样？好，啊，我就拿了一张，反正我就是我证明我是那个一打一的那个部分。然后没多久后半部的话就是，就是到最后啦，我从前面到后面啦，哈，被讨告过呀，我就是给丢那关的那里台湾民政府关的那个新闻局，我被讨告费就是给丢。就是一个，安怎，那个后半部的，就是我因为我爸后边有牌嘛，啊后边部分就是哎，可能爱问我爸哪里困难。啊，展言嘛，哦，我们请你去检查局，啊，你是安怎过检查局的？因为我喜欢太太打电话，因为她带我太太嘛，她妈妈嘛。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所以你无开。我哪里有小孩子身份证嘛？对，啊，佮有伊影片内底有讲着讲，你有骂恁的囡仔是政治狂吗？那有可能的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啊，恁家的人拢支持台湾民政府吗？完全支持，小家全部都小孩全部都送去。那因为吼，咱是看新闻，对，啊，较早讲展言用炸伊。哦，啊，不过就是讲，伊的车牌无问题嘛，所以伊无罚钱嘛，嘛无甲扣留，拢总无。啊，你嘛无揢身份证去放人。没有，他也没有身份证放在我这里啊。啊，你嘛无骂恁的囡仔是政治狂。当然没有。OK。真的比较狂热是我们还是比较狂热的人。对，所以我感觉这最重要，谢谢哦。